各位姊妹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好。好。今日咧系主日敬拜嘅一个嘅日子。咁啊，刚才我哋嚟到神嘅家，我哋全身咧嚟到投入在神嘅呢个同在中，就藉着呢一个嘅诗歌，向神嚟到献上我哋嘅呢一个嘅赞美祭。咁啊，同样嘅，我哋而家咧。亦都是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求亲爱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赐下这个真理的这个阳光同时呢都为你们的讲员祈祷去祈祷求神呢藉着你的这个仆人当这个真理的这个的信息完全嘅要释放出嚟，咁啊，好叫我哋咧每一位嘅众弟兄姊妹，可以从今日我哋所领受嘅呢一个嘅信息里边咧，可以得蒙呢一个嘅造就。咁啊，首先我哋先嚟到咧同心合意，我哋再去做一个嘅祈祷。在慈悲嘅父神，首先我哋嚟到嘅面前，让你嚟到献上呢一个嘅感恩，多谢主。首先因为你借着你的亲爱的儿子也都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拯救人类的这个救赎的这个的恩典多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呢你的恩典借着你的爱子呢临到我们众人的这个的身上。那么这个恩典呢是给我们呢可以来到你上云的。是有求于主的。而我们呢日日都是活在圣灵的这个的感动里面。要将我们的生命呢最好的就是呢毫无条件的来到你摆上即是当着这个活祭来到摆上来到上云来到呢神你在我们身上你所成就的一切的这个奇妙的恩典这个大能的这个的作为。那么现在在这个时候呢入头亲爱的圣灵来到赐下这个的阳光来到高门呢你仆人的这一个的信息释放出的时候呢可以使到我们众弟兄姊妹可以得蒙这一个的福气得蒙这一个的造就多谢主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乃是系奉你爱主耶稣基督荣耀和得胜的名阿们所以今天呢要同大家来到分享的这个主题信息呢就是走向上帝走向一个的人群是怎样来到解释意思就是说亲近上帝亲近主然后呢进入人群伸出呢你这个祝福的这个的手在人群这个当中呢变上你的这个的祝福而令到他们的生命被触动而且得着这个生命的这个改变。就是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到分享这个主题的这个的意思啦就是首先 do God and do the 这个的 club, 如果你有圣经的请你准备好就是看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就是今日我哋要嚟到从呢段嘅经文入面呢嚟到思考今日我哋要向大家嚟到分享嘅呢一篇嘅呢一个嘅信息如果你冇呢呢个圣经嘅请你就向前睇啦我要将今日嘅呢五节嘅经文呢亦都有打出嚟嘅好啦我哋一齐嘅嚟到睇呢五节嘅这一个的经文首先呢就从这个一章
三十五节啊嚟到睇起啦。啊，一次日早晨天未亮嘅时候，耶稣就起来，就到呢个旷野嘅地方去，在那里嚟到祷告啊。咁啊，西门呢和呢个同伴呢就追了他去啦。已经了，就对他说：众人都走你喎。咁啊，耶稣咧就对他们说啦：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呢、这、一个啊邻近嘅呢个乡村，我也好在那里咧嚟到去传道，因为咧我是为这事咧出来的。于是咧就在呢个加利利嘅全地啊，进庙呢个会堂传道嚟到去赶鬼。咁啊，呢一节嘅经文咧啊。就是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主耶稣啊他在世的时候他怎样啊来到进入这个人群当中啊来到什么宣讲这个天国的这一个的福音啊还有呢在人群当中呢就显出这个上帝的这一个的大能啊来到医治嚟到去赶鬼，所以呢啲系误接嘅呢个经文啊，亦都系俾我哋咧啊得嚟好大嘅呢一个嘅提示啊！阿、啊、前啊，你将呢个 clipper 你删细啲，呢、这个就自然咧，佢嘅声音咧就会咁大噶。啊，你啲 clipper 删细啲啊，你 mic 嗰度咧删细啲啊，咁你就会将呢一个嘅音咧就消除咗啦啊。OK， 嗱，服侍咧系我哋大家都应当要做嘅呢一个嘅本分啊嘛，呀，咁啊，我哋得蒙咗主耶稣啊，呀，佢嘅呢个救赎嘅呢一个嘅恩典啊，我哋唔系坐喺嗰度等嘅呢样，啊，呀，坐喺嗰度咧就等咩啊？神嘅呢一个福气啊，不断嘅嚟到，然后可以福意咁样样嚟到临到我哋嘅，呀。啊！我哋唔得做一个咁嘅一个基督徒喎，福气咧照单全收，乜嘢都要付出咧，一文不出，唔得咁噶嘛！啊，呀，咁啊人际嘅呢个关系咧，亦都系双方面噶嘛 ，two way traffic 噶嘛，系嘛？啊，即系话有来系有往嘅，啊呀，咁啊上帝啊，佢都期待我哋咧，啊呀。啊，正如喺呢个罗马书嗰度咧，十二章一节咧，啊，佢都盼望我哋咧，啊，能够将我哋嘅已经啊得蒙拯救嘅呢个嘅生命啊，当作呢个活祭，无条件嘅嚟到去摆上啊，因，所以我哋必然要嚟到服侍嘅。问题系点样嘅服侍先为有呢一个嘅效果咧？啊，例如话今朝做嘅呢一个嘅服侍。敬拜同埋赞美嘅呢一个嘅服侍，都系一种嘅服侍啊！我点样嚟到啊？带出呢一个嘅咩啊？从呢个敬拜当中咧，带出啊呢一个嘅信息啊呀！而且咧啊，我嘅呢一个嘅 mission 啊，我嘅任务啊，系好重要嘅喎、啊！啊，我唔系喺呢度咧，好似呢个歌唱会咁样啊，嚟到表演歌唱啊，唔系喎呀！我最主要的是借着这个的烧歌啊，借着这个的音乐的这个的配搭啊，能够将这个赞美仔呢给它献上给主，就是说呢是一种心灵的啊，心灵的这个的奉献啊，这样啊我们的受众呢就说可以来到什么得福的嘛，我们不是看 show 啊，所以冇搞错啊！啊，教呢个敬拜赞美咧，啊，系一场咩咧？系一场嘅敬拜啊，呀，系一场嘅敬拜嘅呢一个嘅服侍嚟嘅啊，呀 ，OK 嗱、啊，今日我哋所要讲系咩啊？啊，呀，既然我哋人都要服侍，咁样要点样服侍先为有呢一个嘅果效咧？啊，呢、这个就系今日我哋同大家咧讲到嘅。这个的原因啊，啊，因，所以呢，让我们大家一起从这个五节经文里面啊，这一段经文里面啊，
亦都學習主耶穌咧啊，佢流下為我哋流下咧兩個嘅一個嘅排位啲，就呢個優先嘅呢一個嘅次序啦。啊，做乜嘢先？然之後跟住做咩先？唔得顛倒㗎啊！一做咩？二做咩？你唔得將二咧擺喺一啊，一咧擺喺二，唔得㗎啊！咁樣咧係冇呢一個嘅後果嘅啊。所以首先咧，我哋先嚟到睇啦。第一點我要同大家講嘅就係咩啊？走向上帝，耶穌咧走向上帝啊！就耶穌啊，點樣嚟到親近呢個上帝咧啊？呀！咁啊，我哋繼續再睇啦啊！喺成本嘅呢個福音書裏面啊，一共咧就記載咧耶穌三次嘅呢一個嘅禱告嘅呢一個嘅生活啊，呀！啊，咁啊，耶穌咧係神子喎，使咩禱告啊？不過咧，耶穌佢係神，佢亦都係人啊，呀！佢當時啊，呀，係成為人嘅呢一個嘅樣式，降生喺呢一個嘅世界上。所以佢係百分之一百嘅人，當然佢都係百分之一百嘅神啦，啊，佢係神子嚟噶嘛。不過咧，佢係降低佢自己，啊，因要成為人嘅呢一個嘅樣式嚟到完成咧，啊，因對人類嘅呢一個拯救嘅呢一個嘅恩典，啊，因所以咧，佢都要祈禱嘅，啊，因佢哋咧服侍之前咧。佢都要嚟到去祈禱嘅，所以喺三處經文嗰度咧，就喺35節啊，6章46節，同埋咧14章32節入邊又記載咧耶穌嘅呢個禱告嘅呢個生活嘅呢一個嘅記載啦。啊，呀 ，OK， 我哋再睇啦。首先，耶穌揾啲嘅地方嚟到去祈禱啊，啊，嗱。在这里呢度咧就有記錄啊，三次嘅呢一個嘅地方。第一個地方咧啊，佢就選擇咗咩啊？曠野啊 ，wilderness 啊，即係話咧冇人煙嘅啊呢、这個大山崗啊裏邊啊啊嚟到去祈禱，嚟到親近神啊。咁啊，第二我哋睇到咧啊，佢有時咧又上山上喎啊嚟到親近神喎，要祈禱神喎。咁啊，第三點咧，啊，即係佢臨上十字架之前咧，去到一個院啊，叫做呢個厄西馬尼啊，啊，呢一個嘅地方咧，啊，嚟到去咧，啊，親近神，祈禱神啊，咁啊，呢個就係喺呢個馬可福音入邊咧所列出嚟嘅三個地方啦，啊，咁啊，我同大家。啊，嚟到分享下我哋嘅呢一個嘅經歷啊，曾經嘅呢一個經歷啊，因我哋有一次咧去到台灣啊，因啊嗰次去到台灣咧啊，就係、是、台灣嘅呢一個嘅四方會啊，安排我哋嘅呢一個嘅行程啊，就係、是、呢個台北嘅呢個四方福音會啊，啊安排我哋嘅行程。咁啊，其中一個行程咧啊，佢就安排我哋去咩啊 ，Grand Mountain 喎、哦。哇，真係好特別啊！我都好渴望去嗰個地方，終於咧啊，成為一個嘅事實啦。又叫做中華基督啊，土咧就祈禱院啊，因咁咧佢嘅英文咧啊就係咩啊？就係、是、一個嘅 Chinese Christian Prayer Mountain， 即係祈禱山啊！哇，呢、這個地方咧嚇，佢、啊、佔地咧都好大，即係喺個山上啊，啊，即係廟啲啊，啊！呢、这、一個嘅山上嗰、那個啊，嗰、那、度、个、你知道下邊企住係邊個嚟噶？啊啊，師母嚟噶啦啊 ，OK， 咁啊啊，呢一、啊这個咧就係呢一個祈禱山入邊嘅主建築物，哇、啊，真係好大間噶啊，唔係得單單呢一間嘅建築物，呢、这個係主要嘅呢一個嘅建築物，咁啊最高嗰層咧啊係一個。大禮堂啊，可以容納差唔多成千人嘅一個聚集嘅一個嘅大禮堂嚟嘅啊，整日帶大家入去睇下啦啊，咁啊喺佢哋嘅散步咧，喺佢哋嘅呢一個祈禱院嘅呢個周圍咧，就有呢啲咁嘅祈禱屋仔喎啊，祈禱屋喎啊，咁啊祈禱屋攞嚟做乜嘢嘅咧啊？就係、是、我哋。
备咧啊，啊准备咧啊，即系话准备嗰啲啊信徒啊，大家退落嚟喺工作上咧，退落嚟喺到呢个祈祷山咧啊，喺嗰度逗留几日啊，咁啊找一个咧隐蔽嘅地方啊，喺自己啊嚟到咩啊祈祷，嚟到去亲近神啊，佢入面系点噶？如果好细嘅啫，大家。如果是瞓觉都唔够长啊，都系好细嘅一个空间，好简单噶啦，啊，谂下你将你自己啊，啊，你就咩啊，啊，落去嗰个室内嗰度咧，啊，读圣经，嚟到祈祷，啊，默想，嚟到去亲近神，啊，一个隐蔽嘅地方，一个好安静嘅一个嘅地方。咁啊，我哋喺祈祷山咧，第二日朝早几点啊？大家睇到系朝早啊，唔系晏昼啊？几点啊？5:30。其实我哋5点起身嘅，要我哋到呢个礼堂嘅时候啊，已经系啊5:00啦。意思讲我哋几点起身啊？我哋4:30就起身噶啦，准备好噶，因为啊洗面啦、刷牙啊，入到一个礼堂咧，已经系有。啊，已经系有人咩啊？有人咧，啊，就喺咩咧？就喺入边咧，啊，开始嚟到聚会啦，啊，首先就诗歌啊，嚟到敬拜神，然之后咧，啊，大家咧就一齐嘅嚟到祈祷，啊，咁啊，接落嚟咧，仲有分组嚟到祈祷，咁啊，接落嚟咧，啊，仲有为需要嘅嚟到去祈祷，啊，对一段啊系相当长嘅啊呢一个嘅时间嘅啊，所以呢一个地方啊啊真系一个非常啊理想嘅地方啊，嚟到去亲近神嘅啊，放下一切嘅一个工作，乜嘢都唔使讲，嚟到呢个地方咧就系专心嘅啊，嚟到去祈祷，嚟到去亲近神啊，咁啊落嚟咧哇，咁啊仲有咩啊？仲有总统会喎，哇！你睇到啊，睇嗰度嘅节目咧系几丰富啊！啊，落嚟仲有呢个嘅总统会啊，咁啊呢一班人咧系由日本嚟嘅，都系我哋四方嘅呢一个嘅同工嚟嘅，因为当时啊安排系嗰度住宿啊，唔单止有我哋两个啊，马来西亚去，亦都系有日本嚟嘅啊，咁我喺当中啊，我哋分享咧啊，都有位姊妹啊。啊，将我嘅信息咧就翻译成一个嘅日本话，都话你得到啊，我得书话咧就真嘅啥呢？啊，即系话我唔知讲咩啊，我系识听几句嘅啫啊，呢 ，OK 啊，咁咧呢度我顺便介绍两个人啊，咁啊嗰、那个老人家咧就呢个祈祷山嘅创办人同埋呢一个嘅主持人啦、啊。是大宇宣牧师啊，他咧就已经在去年啊3月或4月份啊，已经咧蒙主恩召啊，返回呢个天家咗啦，啊，哇，咁佢都活得几长命嘅，93岁啊，啊，一度系啊，OK， 咁啊喺槟榔咧，大永汉牧师系边个啊？就系我四方福音会嘅一个嘅同工啊。咁佢系台北咧四方福音会嘅啊呢一、这个嘅主任牧师，就系、是、借着佢嘅呢个关系咧，哇得无比嘅呢一个祝福，能够嚟到呢个祈祷山啊，哇呢嚟到去经历咧啊呢佢哋嘅呢一个祈祷嘅呢一个嘅生活啊呢啊呢，所以咧啊今次我哋能够去呢个地方咧，真系多得佢哋啊给予我哋嘅啊。这个的祝福啊，OK， 那咁啊落嚟咧，我哋继续再睇啦，啊嗰、那个地点，嗱喺呢度我哋回到讲明啊，啊唔系话你要祈祷咧，一定要劳师动众啊，去到祈祷山啊，嚟到去祈祷，其实系唔使嘅，即系话咧，你要习惯揾出咧。一个能够隐蔽嘅地方啊，系能够咩啊？啊，有私人嘅地方
安静的地方容易你亲近神呢，那么已经是很足够的了。即是说我正话跟大家分享，即是说我们曾经呢都体验过祈祷山上的那个的生活短期的那个的生活，未必个个一定要去祈祷山的，只要可以亲近神的任何一个隐蔽的地方方便你祈祷祈祷亲近神的，亦都可以呢经历到神的一个的同在的好的，我要看了耶稣是紧乜嘢时间嚟到去祷告呢咁圣经入面呢亦都係讲出有两个时间第一个时间系太阳喺边度第二个早晨哇一早人哋都会惊大部分人仲系咩喺嗰个时间嗰度五点几你哋做緊乜嘢我哋已经喺祈祷山上祈祷祈祷到㗎你哋做緊咩仲系搞搞仲系搞搞係咪咁耶稣呢就喺个时间佢到咩揀选咗呢个早晨就係天未光嘅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嚟到祷告咁清早亦都係非常好嘅一个时间。唔係话一定係清早要我哋亲近神咁第二处呢又记载呢就喺路六章46节47节嗰度讲到咩他既然呢必要他们就上山上嚟到祷告而且呢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呢独自在呢个岸上就耶稣呢亦都系呢拣选呢个晚上换晚上仲同埋呢个做早晨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嘅首先我哋嚟睇啦祈祷嘅呢一个嘅时间无论你拣朝早又好拣晚上又好因为点解耶稣会拣咁嘅时间因为呢段时间呢係比较安静一朝早亦都係比较安静晚上呢人人都差唔多呢已经进入呢个咩呢个睡乡啦呢个时候呢祈祷嘅系最安静嘅时候咁祈祷嘅地方有时我哋睇到耶稣佢又拣旷野有时候呢又拣山上点解同样嘅道理同样嘅原因亦都系比较安静总言之我哋学习到咩呢如果你要祈祷即是思讨的你神之间各种的什么灵会的这个相交寻到什么时间的地点隐蔽地点第二呢那个适合的那个时间不是嘈杂的这个的环境里面咁第三点要同大家讲祈祷系咩祈祷呢就要支取神嘅呢个嘅能力大家嚟到思考一个问题耶稣佢作为神嘅儿子佢都要为我哋做一个榜样神嘅儿子已经系好 powerful 噶好有能力噶，使咩祈祷啫耶稣是成为一个谦卑的这个的样式要在我们当中要做一个的模范要我们去到什么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称叫什么基督徒嘛基督徒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嘛主耶稣怎么做我们现在是怎么跟怎么来到学字来到去做虽然他是神子但是他都要祈祷祈祷祈祷什么表达对父神的一个的依靠更何况我们呢所以耶稣都要祈祷唔通你唔使祈祷你大晒我唔使祈祷嘅 我靠我自己本事就得啦嗰啲你系肉身嘅呢一个服侍嘛冇果效嘅好似你我就再拿这个敬拜赞美
啊，就算啊，你曾经啊，你拎过呢个咩啊？拎过呢个歌唱比赛嘅呢个冠军啊，啊，歌王咧或者系歌后啊，嚟到展出你嘅呢个漂亮嘅歌声，嗰、那个只不过系用你嘅歌声啊，嚟到展示嘛。但系你嘅灵里边咧，你冇带出咩啊？啊，灵入边嘅呢个嘅敬拜啊，将你嘅灵嘅生命嚟到释放出嚟咩啊？咁嘅意思即係講，你喺台上咧，只不過一個表演嚟嘅啫，表演你嘅歌喉嘅，表演你嘅技巧嘅啫，呢個咧，或者人咧，佢會欣賞你，係上帝啊，佢喺天上咧，佢會唔會接納你啊？佢唔會接納嘅，你唔知啊，神咧愛嘅嗰個服侍咧，係靈類嘅呢一個嘅服侍。是从心里面呢叫做去涌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方面呢，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喎、他都要来到常常的借着这个祈祷啊，以神呢来到亲近喎，更何况我们的是吗？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服侍都好，我讲道的服侍都好，我每次上真台的啊，我都是战战兢兢的，踏步踏步的，你啲做咩事踏步踏步啊？因为我嚟到呢度，我是神的代言人啊嘛。我边度可以啊？上到台嚟嘅，战战兢兢的好似嗰啲咩啊？嗰啲灰鞋嘅嗰啲演员咁样样啊？嚟到咧同大家嚟到编好多嘅呢个灰鞋嘅呢个嘅说话我一睇你嘅样咧，哇！佢讲嘅嘢咧，哇，比周星驰嘅仲更加嘅更加嘅灰鞋啊，系嘛？唔系咁噶我哋上到台嚟咧，都系突破突破嘅，你唔知噶做咩事咧？因为我哋系咩啊？喺呢度代表神嚟到讲话啊嘛，你话我哋系咪战战兢兢上嚟嘅？每次都系嘅啲人我哋要肯定我哋所讲嘅嘢咧系冇错误嘅啲人，系叫做圣经入边嘅一个嘅真理啊，嚟到去教导嘅唔得串串猜猜嘅，你唔知啊？系我哋非常之严谨嘅OK。咁第四点咧，祈祷咧能够令到我哋明白神嘅心意喎，咁我哋嘅祈祷咧就要求神嚟到改变我哋嘅心意喎，即系话咧我哋祈祷之后，我哋所做嘅一切嘢系合乎神嘅呢个心意嘅，唔系祈祷话上帝啊，请你照我嘅意思嚟到去做啦，我对于一个督眼督鼻啊，唔该你鞭打你啦，哇！有冇教错？你啲系乜嘢结果嚟噶？叫神要鞭打咁可爱嘅羊仔，系吗？若果神你照我嘅意思嚟到做咧，我下一次有蒙面袋攞到我面前咧，我俾几百蚊唔系咁噶咁啊祈祷咧就要咩啊？就要改变我哋嘅心意然之后咧，咁咧先话可以符合神嘅呢个嘅心意嘅就正如耶稣佢临上十字架之前喺边度先嚟到祈祷啊？客西马尼园嚟到祈祷一样咁耶稣咧，哇！佢当初佢都好唔愿意上呢个十字架嘅。但是后来他怎样跟上帝来到讲啊，跟父神来到讲啊，愿意呢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成就，乃是要照着你是父神的意思呢来到去成就。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呢在极艰苦的这个时候呢，你都是求神来到帮助他啊，能够完成神的这一个的心意不是按照他的私心来到去成事的。所以我们呢也要学习原来来到顺服你的心意，不是你来到
信服啊，呢個落嘅呢落嘅呢一個嘅意思啊，呢個好啦。咁啊，從呢從呢一段嘅經文我所講到嘅咧啊，第一點咧一定有 application 噶啦啊，呢個咁啊，耶穌講啊啊，你禱告嘅時候咧要進入你嘅內室啊，即係話你嘅呢個密室隱秘處啊啊，呢個咁咧。祈祷喺你暗中嘅苦嘅，他就必然咧会嚟到报答你嘅啊！所以我哋睇下对于耶稣嚟讲啊，边度系你嘅内室咧？啊，呢啊内室唔系话你特别咧啊，屋企要做一个嘅内室嘅未必嘅啊，亦都唔系我哋每一位都有咁嘅能力嘅啊，呢啊啊，总言之啊，一日24小时入边啊。边一个时间啊系你最方便嘅啊呢啊啊最安静嘅嗰个时间咧啊嗰、那个地方咧就系、是、你嘅呢一个嘅内室啦啊呢啊边度讲到咧，他系必然嚟到报答你嘅。所以对耶稣嚟讲，边度系你嘅内室啊？啊，我哋正话睇到呢一个记载嘅经文喺旷野喺身上同埋呢一个嘅园中。就是呢個黑西馬尼園啦，啊，咁啊呢啲地方咧就係、是、耶穌嘅呢一個嘅內室啦，啊，呢啊，所以親愛嘅弟兄姊妹，請問你嘅內室喺邊度咧？啊，呢啊，啊，你有冇啊咁嘅習慣啊？啊，呢啊，嚟到啊親近神啊，啊，呢啊，咁啊師母嘅其中一個內室咧就係臨瞓覺之前咯，啊，做咩事咧？啊，或者啊瞓醒之後，因為嗰段時間嚟講咧，啊喺房裏邊啊，你看開住個冷氣啊，飲杯水，嗱、啊、已經係夜深人靜噶啦，啊你看係最安靜嘅呢一個時刻，亦都係咧啊最理想嘅呢一個嘅時刻啊，啊你看有啲養成一個咁嘅呢個習慣啊，你看係非常之好嘅啊，你看咁啊，另一方面咧，啊，教呢个传道人啊，需要你哋咧用祈祷嚟到托住，否则啊，传道人啊就冇办法嚟到祝福呢个教会。正话我又讲啦，啊，每次上身体嘅都系搭骨搭骨嘅，知唔知啊？啊，呢啊，我哋需要咩啊？唔单止我哋要祈祷，啊，本身都需要弟兄姊妹啊，你哋嘅众人嘅呢个祈祷啊。嚟到托住啊！啊，呢啊，我哋嘅咩啊？我哋嘅呢个嘅服侍，咁咧啊，我哋嘅服侍咧，正话能够啊啊，使到你哋咧从中咧得益嘅啊，得到呢一个嘅祝福嘅啊，呢啊 ，OK， 所以咧啊，我哋需要咩啊？啊，更多嘅呢一个嘅祷告啊，呢啊，咁样咧，无论我哋传福音。或者做见证啊，或者我哋探访啊，或者我哋咧帮人做辅导嘅时候啊，呢啊，咁我哋就会带出神嘅恩典同埋能力出去噶，啊呢啊，啊带出有呢个 power 啊出去噶，系嘛？一按手，哇，病人咧就得着呢个医治噶，啊哇，一开口奉主耶稣嘅名啫。呢、这、一個啊，啊，嗰啲撒旦啊，一聽到啊，有得震冇得瞓嘅，知唔知啊？啊，已經喺度打緊震噶啦，啊，因為哇，證明你真係冇勢力啊，知唔知啊？你嘅勢力係因為你自己本身有咩高大偉猛啊，係因著你啊，有神嘅同在啊，因係有聖靈嘅一個能力，係從邊度得著嚟噶？祈禱啊，啊，因。所以有句说话，唔系有个短诗咧，我都好中意唱嘅。啊，呢啊，啊，我祷告，我要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我祷告，我能力。啊，所以有常常祷告。啊，呢啊，远短嘅诗歌，上嚟都激励我哋自己。啊，呢啊，要常常嘅嚟到祈祷。啊。多祈祷咧，就多有能力。啊，冇祈祷，冇能力。啊，呢啊，啊呢啊，呢个事实咧，啊，系永远都唔会嚟到你改变嘅。啊 ，OK。
咁啊，耶穌祈禱完咗之後啦，啊，唔係話咧，咁就算數啦，唔係話同啊上帝嚟到交賬啊，哎呀，天父啊，我已經祈禱完咗啦，我盡咗我責任啊，啊，呀，而家我喺嗰度咧，可以嚟到咩啊？乜嘢都唔使做啊？唔係嘅，呢度祈禱啊，嗰度就嚟做嘢噶啦，呀，啊，呀，咁啊，跟住耶穌話點啊？又走向一個人群喎、啊，啊，就開始咧，就向呢個人群咧，啊，嚟到傳講天國嘅一個信息噶，啊，呀，同時咧，啊，佢都為人群當中有需要嘅，啊，無論係瘸腿嘅，啊，黑眼嘅，啊，或者係被跪陪嘅，咁啊，嗰啲人咧嚟到阿耶穌嘅面前咧。哇！一日都得着一個醫治啊！呀，被鬼附嘅亦都係得着呢一個嘅咩啊？呢一個嘅釋放啊！呀啊！呢個就係啊，耶穌為我哋留下呢個咧啊服侍嘅呢一個嘅模式啊！呀，咁啊，耶穌佢喺邊度嚟到去服侍主咧？啊呀！首先呢度嘅呢一個嘅記載啊啊，耶穌係喺邊度啊？在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全地啊，就是在耶稣的这个时代呢，整个的这个罗马帝啊，就是这个罗马的大国啊，就是将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呢，就分成三个部分，就是加利利区啊，加利利、撒玛利亚和这个的耶路撒冷啊，那么这个加利利在哪里啊？就在呢、这、一個嘅北部啊，啊呀，亦都係耶穌話、啊，佢嘅當時啊，佢喺地上嘅呢、这個福音嘅呢一個嘅大本營嚟嘅，啊呀，咁喺從一開始啊，為咗主耶穌咧，佢就關心呢個萬國萬民啊呀，因為咧啊喺加利呢一個地方啊，唔單止咧係有猶太人，咁亦都有唔少嘅呢一個嘅外邦人啊。咁呢啲人群咧，都係主耶穌嘅所服侍嘅啊，呢一個嘅人群啊，人群嚟嘅呢啊呢啊，所以咧，我哋教會啊，唔係單單咧，大家嚟到呢度咧，坐禮拜咁啊算數噶，坐完個禮拜啊，親近完咗神，下一步要做咩啊？下一步要做工噶啦，你唔知啊啊！将啊啊你呢个丰满嘅呢个嘅得着啊呀啊嚟到咧出去啊触摸呢一个嘅人群啊呀，咁啊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亦都睇到啊耶稣咧佢都喺咩啊格尔登啊，即系犹太嘅呢一个会堂嗰度咧，各个地方啊啊都有呢个犹太嘅呢一个嘅会堂嘅，我曾经有同大家讲过嘛啊呀。我住喺槟城咧，啊，都有一间嘅啊犹太会堂，因为啊槟城咧就曾经咧住有几十间嘅呢一个嘅犹太人，不过而家咧仲有冇啊？而家全部走晒咗咯，啊，即系喺九十年代啦，啊，一家一家嘅已经系搬走咗啦，啊，咁其中我嘅啊呢一个。表姐啊，啊，佢都係嫁俾猶太人嘅，都其中一家人。咁佢哋咧，啊，亦都係喺九十年代啊，佢哋全家就移民咗咩啊？移民就去 Australia 啊，就去一個嘅咩啊？去一個嘅歐洲啊，啊，嗰度嚟到去長住。所以跟住咧，啊，呢啲猶太人咧，逐家喺呢個檳城喺呢個消失咧。咁啊，檳城咧所有嚟嘅啊呢、这個嘅猶太人嘅一個會堂咧，都停止咗佢哋嘅聚會啊。而家呢一個建築物，而家係作為咩咧？係作為呢一間嘅呢一個嘅西餐廳啊，呀啊呀。咁啊，過年嘅時候咧，啊我就咧特別安排啊阿師母去參觀個地方啊呀啊喺嗰度嚟到用餐。我問阿師母呢個地方。是值得點嘅喎，佢唔知道係咩地方喎，曾經係猶太人嘅啊一個嘅會堂嚟嘅啊，呀 ，OK，
總言之咧，喺耶穌嘅呢一個嘅時代啊，即係話直到今日都好，同埋有猶太人聚居嘅呢一個地方咧，佢哋都有一個嘅聚會點啊。那個聚會點咧，我就稱為咧嗰個會堂，猶太會堂啊，即係英文叫 synagogue 啊，呀，同埋有猶太人集居嘅地方咧，就有呢一個嘅會堂嘅呢一個建立啊。所以喺耶穌嘅時代咧，散佈喺呢個各處啊，即係加利利啊，各處咧都有設立咧一個嘅猶太人嘅一個嘅會堂。所以耶穌咧亦都係喺呢個安息日嚟到進入嗰度會堂咧，就嚟到咧宣講神嘅呢個天國嘅呢個福音啊。咁啊，再考你哋啦，安息日係禮拜幾啊？你當然知道啊！你哋知唔知啊？唔知道啊，唔係禮拜日啦，係禮拜六啊！咁我哋點樣嚟到算日子㗎？禮拜六咧係第七日，今日係第幾日啊？今日係第一日啊！主日咧就係第一日啊！OK， 好啦。咁啊，耶穌同時咧，佢唔單止要嚟到嚟到傳講呢個天國嘅呢個福音，佢同時咧嚟到傳佢都嚟到咩醫病同埋呢個嘅趕鬼醫病趕鬼唔係靠你嘅本事啊，係靠乜嘢啊？係靠上帝嘅所賜給俾你嘅能力啊！你只話可以嚟到醫病嚟到去趕鬼嘅，你唔知啊？所以呢啲能力係點樣嚟噶？佢個秘訣就係祈禱從祈禱嗰度得嚟呢一個嘅能力咯，係嘛？咁咧你就具有呢個咩醫病趕鬼嘅呢一個嘅能力啦所以喺傳福音嘅同時咧，都嚟到咩神要借助你嚟到彰顯佢嘅呢一個嘅大能醫治同埋呢一個嘅改鬼所以我哋睇到咩咧？從呢一段嘅經文，我哋學到乜嘢咧？耶穌咧，佢唔係一直都停留喺祈禱室裏面，祈禱室裏面好享受又有 aircon 啦，係嘛？又有邊訂嘢嘅嗰個sofa 啦好舒服嘅，唔係叫你成日投落喺一個祈禱內室裏面而係咩咧？喺你祈完禱之後，咁你就要服侍神噶啦，就要咩效法耶穌，走向人群服侍人群，嚟到賜福呢一個嘅人群英文嘅一句説嚟講 ，Touching people， 前進嘅中文咧係咧進入人群。改變生活就耶穌喺呢一方面咧，為我哋就留下咗呢個服侍嘅呢一個嘅模式咁第二個方面咧神將我哋咧放在這裏，呢度這裏係咩SEC 我哋唔係喺呢度坐禮拜我哋唔係嚟到咩做禮拜唔係單單做禮拜我哋都唔係喺呢度嘅，嚟到享受神嘅呢一個嘅恩典唔係喺呢度嘅從敬拜中得著力量得著領受，要出去噶所以咧，我哋亦都要教會從呢度咧，我哋亦都要走出去嘅而且要咩效法耶穌，走遍咧各城各鄉。將福音咧嚟到去廣傳咁啊落嚟咧我哋再睇啦。哇！阿前散骨咗。OK， 我哋唔單止要加強嘅嚟到傳福音而且我哋唔好忽略去傳福音嘅呢個同時，我哋亦都要對弱勢嘅群體嘅呢個嘅關懷。所以而家教會今日都借著我哋
哋今日嘅啊，我哋嘅呢一個嘅敬拜嘅聚會嘅主席啊，就係經文呼籲大家做咩啊？教會設立咗咩餅啊？啊，咩叫福餅啊？食物銀行啊，呀，咁啊，攞嚟做咩啊？啊，就係籌集呢啲嘅食物啊，呀，嚟到分給嗰啲咧弱勢嘅群體。呢個弱勢嘅群體啊，貧窮嘅呢一個嘅群體，尤其是咧啊，喺個疫情之後啊，啊導致好多人失業啊，或者係收入份不足啊，咁咧呢啲群體咧，亦都要係我哋啊，要嚟到去咩咧啊，嚟到去關心嘅啊呢一個對象，盡我哋所能嘅啊呀啊，借助呢啲咁嘅物資咧。嚟到幫助啊！呢啲有需要嘅人啊，因為我哋稱為呢個咩啊弱勢嘅呢一個嘅群體啊，因為所以咧傳福音唔單止咧要關心人嘅靈魂，我哋亦都要關心人嘅呢一個嘅身體啊，因為乃是咧全人嘅呢一個嘅關懷啦啊，因為呢個全人嘅關懷啊，唔單止。啊！佢有福音上嘅需要啊，佢亦都系有咩啊？啊，肉体上嘅呢一个需要，生活上嘅呢一个需要啊！呢啊，我哋尽我哋所有嘅啊，嚟到向佢哋咧献上呢一个嘅祝福，咪尽我哋所冇噶、啊，有几多我哋咪攞几多出嚟咯，好似五饼二鱼咁样样咯啊！耶稣就问啦：你哋有几多啊？呢啊，我有五饼二鱼 ，OK， 五饼二鱼。拿出来啊呀，只要你拿出来呢啊，等耶稣基督呢他就可以来到啊祝福这个的人群啊，我呢真的吃得饱啊呀啊呀。所以呢啊，我的最后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啊，我们呢有一个向导，有一个 direction 啊呀。一个呢就要走向上帝啊，先走向上帝先，你叫走向上帝啊，先嚟到亲近上帝啊，亲近神。咁啊，另一个咧啊，就要嚟到走向人群，进入呢一个嘅人群啊。所以我哋嚟到注意啊啊，经文所列嘅呢个排位之，就呢个先后嘅呢一个嘅次序啊。先是咧啊，走向上帝，然之后咧，正话走向人群，唔得颠倒啊啊呀啊！我先嚟到做嘢先，做到冇嘅，只话叫神啊，只话向上帝救命，唔系咁嘅，你唔知啊啊！先系亲近上帝先，然之后咧，只话你做嘢嘅啊，呢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更好嘅去走向上帝嘅话咧，你就能够更好嘅嚟到走向呢一个嘅人群啦啊，呢啊 ！OK， 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啊，呢啊！啊、所以只有咧，我哋喺神嘅面前咧蒙恩嘅时候咧，啊，正话能够将呢个恩典啊白白嘅同人嚟到去分享。若果你要分享恩典嘅人 ，make sure 啊，肯定你喺上帝嗰度得蒙恩典先。你都冇本钱啊，你都冇筹码嚟咁分俾人哋啊，系咪？啊，你一定要喺神嗰度咧，啊，嚟到支取呢一个恩典啊。咁你只为有恩典嘛啊，嚟到同人嚟到分享嘛啊，呢啊，所以咧，如果系只有喺神嘅面前蒙福嘅时候咧，我哋正话能够成为祝福他人嘅呢一个嘅人噶啊，呢啊啊，所以盼望我哋众弟兄姊妹今日向我哋发出一个嘅挑战啊，唔使多啊，每日咧做四个字就够噶。啊！先做四个字，先亲近神。所以我鼓励大家啊！啊，我哋嘅祷告会啊，人数少得真系可怜啊！呀啊！我哋祈祷会嘅常客系边个啊？咁啊，已经系其中一个啦，系嘛？我哋嘅呢个常见人，其他嘅啦，有时有就有时冇啊！呀，我哋先从呢个简单嘅嚟到做嘅啊！呀。若好远唔系好长嘅时间啫，连埋呢个敬拜嘅时间啊，
都係只不過一個鐘頭入邊咧，就已經係完成咗啊！咁啊，呼籲大家啊，一開始從細嘅嚟到做起啊，一至少啊啊，我哋每一日用20分鐘四個字嘅呢個時間嚟到去親近神，嚟到去祈禱神，咁你學到咧，你個服事咧真係咧啊！以往不同了啊，真的有很大的一個進步了。所以教會呢也都是因着你的啊，能夠得王一個的興旺的人啊，願神來祝福你的一個的說話。那我們就大家同心合意的來到做個祈禱。慈悲父神，我們多謝你啊，今天藉著你的啊仆人呢將呢個當道嘅呢個信息嚟到釋放出嚟，投資嚟到賜福，呢一篇嘅呢個信息啊，令到我哋咧啊，眾弟姊妹個個都可以聽得明白啊，唔單止係聽得明白，而且咧要將你嘅呢個説話咧啊，要嚟到行出嚟啊，因為咧啊喺雅各書入邊咧原講嘅。我哋唔係要單單聽到啊，我哋亦都要嚟到去行到，因為咧若果信心咧冇行為咧，亦都係死嘅啊，所以求主嚟到幫助我哋啊，更何況咧，我哋而家係有聖靈嘅呢一個幫助，有聖靈嘅呢一個嘅引導啊，使到我哋嘅呢一個工作咧。带有呢个果效嘅，多谢主啊！我哋咁样献上嘅呢一个祷告，乃是奉你爱主耶稣基督荣耀同埋得胜嘅名，阿门。好啦，而家我哋进入咧。